d'acqua.修大哥，修大哥，修大哥，你怎么了，修大哥？国师锦修不赦之罪，打入禁狱，押后再审。你以为你还是可以掌控我全族生死的大国师吗？你敢向我求饶吗？像一条狗一样的向我求饶！当年面对元都，你不是很识时务吗？或许你可以取得我高兴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。修大哥，不疼吗？没关系的。你不开心啊？没有啊。那喝药吧。阿嬷，这药苦得很，疼都不怕，还怕苦？这个药治不好我的眼睛。那什么药可以治？无药可治，你找不到的。什么药这么难找？仙丹吗？都烫伤了，阿嬷，阿嬷，如果我的眼睛永远都看不到了，该怎么办？你这话说的，就好像我的耳朵能听到似的。我是说真的，永远都治不好呢。治不好就治不好呗。那我就永远都看不到你了。其实，人最重要的是心境开朗。我天生是个聋子，我知道治不好，但没关系。我爹特别宠我。在我小时候，他送了我一个很大、很漂亮的金锁。那你为什么离开家呢？路
还是要靠自己走的。我想锻炼锻炼。那你不怕吗？不怕，我盼着能见到我爹、我娘、我祖母，还有那个任性的妹妹。你会的，你能回到家的。我想变得再好一点，再回去。你已经很好了，还要怎样才算好呢？我想做让我爹开心的事，比如我学很好的医术，比如我成了很有名的大夫，再比如我的耳朵好了，我回到家能听能说。他们见到我一定吓一跳。你耳朵好了，你最想听到什么呀？一首歌。歌？小时候我爹唱给我的。若我的耳朵真能治好，我只想听那首歌。你会好的，一定能听到。那还真要仙丹才行了。我找给你。修大哥，喝药吧。这药很苦啊。这药很贵的。啊？